今天再吃一个螺蛳粉配鸡腿。鸡腿是自己烤的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掌握不好，这次的好像有点糊了，来点花生米。这个粉太软了，软弱软弱的。华南大碗的黏糊麻辣烫，you
无骨鸡爪，我这个是500克的。它是以酸辣为主，没有甜味儿。嗯，好吃。